我们在这一比一。好，OK，很好笑。。我跟你讲，这一集要肯定乘胜追击啊！对我们很认真，一次机会一局定胜，不要是怎么赢定啊？赢到你们哦，回家哭啊！我们男人尊严不能丢，我们拼了老命都会赢。我跟你所以讲，我要吃遍整个 Bugis， 整个 Bugis 啦，全部的书都吃了光光啊！妹妹，我好怕，不能输，不说话，我不敢讲啊！你们好怕，很怕你们打在这边。走，我们去赢，我们在这里等你们。那我先去吃了啊！我们在这里，你们一定赢的。OK， 让你们赢，让你们赢，我们还是输的啦！我跟你讲，来，妹妹，我跟你讲。还是输的啦，输的啦，输的啦，来输！这是我们是富窝嘞，买给我嘞，走啦走啦，买给我吧。哎，我儿子的衣服哎，这个根本就是他来的。好吧，走吧走吧，我们是不是太轻敌了啊？他们会不会像上次那样子那么慢啊？说不定人家这次比较快哎。哦，有点困了，怎么办？有点困了。是去哪里啊？我不懂嘞，我们是去哪一天？去哪里啊？哎，你再去 S A 镇去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Yes， chocolate orange， 这个 chocolate 很好吃的嘞，这个很浓的那个 chocolate， 哇！怎么办？我的口水都流了。哇！嘻嘻嘻嘻嘻嘻嘻 ，Hello。就想吃哎、欸、！Oh, very awesome, hey, very awesome. Hello, so call BT or me? Hi, hello. 哇，这个是你们做的吗？哎，这肯定是给你的。哇，好厉害！来，给个特写。这是我们的拍一下，拍一下，哇，是我们的，哇！意大利 Kimberly， 你们小心一点，小心一点，这边你们会做。来，相机来了。你来做摄影师啊？笑一个，笑一个，嗯，很好，很好笑的，很灿烂。哎，你会不会用的？这什么条啊？啊啊 ，OK， 很好笑，笑笑笑。我不会用。没电啊 ，camera 的问题，不关我们的事情。我输的话就因为 production 给我很烂的。为什么这个这样子的 ？OK 了 ，OK 不错不错，妹妹你很好了 ，OK。要不要搞那个 ice cream？ 不要不要，等一下。不用。OK， 哇、wow, ，OK， 厉害嘞 ！OK， 连你从我从这边我 zoom out， 连你很开心 ，OK，OK， 好，一二三，耶！耶！哇！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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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然后，好了，哦。早讲嘛，浪费时间。OK，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波哥从后面拉去前面，然后 OK。要拿反光板吗？我帮你打灯，帮你打灯。来啊来啊 ，focus 先给后面。导演可以 roll 了。Three, two, one, action！ 你不是要 pan？ 我还没有 focus 完。哦哦，再来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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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里有这样感人的？来来来，等一下，让我调，让我调，让我做 marking 先 ，marking marking。Three, two, one, action！欸、你手不要抖啦！你手抖了，有没有 stabilizer 啊？啊，有没有 stabilizer？、欸、我跟你换这个，你给我用，我用这个。Three, two, one, action！ 你说我怎么走错哪里？哎，他不会用啊！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你们谁请的艺人啊 ？OK， 来来来 ，Three, two, one, action！ 可以吗？可以吗？可以了吧？我觉得可以，我也觉得可以了。玻璃，我捞这个。你要化妆吗？没没没，我这。哇，姐姐很美。哇，姐姐很美，我知道。OK。
我们视频好不好看啦？把我们先吃 OK， 回去我们才看。哇哦！It's so rich。好，来 cheers，cheers，cheers。耶，我们祝 Kimberly 跟Michelle 姐姐越慢越好，像个蜗牛一样。我希望他们弄坏 camera， 掉进水里面。老铁，双击，双击六六六。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一个 Japanese 的天堂。是的，日本人都很爱吃面。OK，Let's go，Let's go，Let's go。哇，我们现在在 Ramen Champion， and then in Ramen Champion there are a lot of different varieties of Japanese food。Yes， 好多日本料理耶。Okay. 这两盘哈 okay, 你讲你想吃的哈 OK Ready 一二三这个OK 我们要答对两个我们才没有 penalty 嘞才没有 forfeit 哦、oh, no, 现在已经拿错一批了呀、yeah, 他们两个都要对啊姐姐 OK 感觉到了吗 OK 没有要要要要要要 OK 啊 OK ready 啊 OK 来 OK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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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辣哎呦我不大会吃辣所以 OK 因为我这个比较好比零哦那个蛋那个蛋、哦、我这个也有蛋 OK 把它没有开出来大姐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机会了哈我们再考一下我们的默契啊 Oh no OK 一二三这个OK 你是故意选我不喜欢吃了是吧哎呦我喜欢这个、哦、其实我们也喜欢这个对可是这个很特别啊但是我们输了没有三分钟的 forfeit、啊、所以我们就用三分钟来吃吧、嗯、还是热腾腾的这个哇美食当前吃什么你来选啊我来选没默契、啊、咖喱鱼蛋吗是吗、哎、好了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准备好了吗好好了，来，美食当前吃什么？你来选啊，我来选。耶、yeah! ！这个是热身而已，现在我们是认真的。好，我们再来一个啊，来，最后一道。哦，所以这个是一套是吧？哦，这个是哦，准备好了吗？一二三，美食当前吃什么？你来选啊，我来选。你为什么吃这个？这个这么多料。可是你不是都会吃这个的吗？如果你选主食跟一些小菜啦、茶啦，我肯定选一碗。你喜欢吃零食，喜欢吃薯片的，应该是这个吗？我喜欢吃的大午餐肉，可以吗？有第二次机会吗？我待三分钟，三分钟，三分钟就吃了，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吃吧，吃吧，来试一下。哇，咖喱鱼蛋，原来这是鱼蛋啊！是啊。哎呀，早上我选鱼蛋。哇，好好。哎，朋友啊，先坐啊。跟你讲啊，不管就算是浪费三分钟啊，意大利还有意大利哪一次追不上我们的分时间？啊啊，哇！吃甜品就要甜蜜蜜，好，两个男人甜蜜蜜的去吃甜品啦，走吧。Pictionary，
OK 啦，姐姐，你的画画这么好，我又猜得这么厉害，呀，你很厉害嘞，金针奖记得吗？龙的汤你也懂嘞，这个鸡你也懂嘞 ，Oh my god， 画你还记得？这次让我还记得，我还记得，所以这次我还是负责 ，OK， 画你负责猜 ，OK， 我们下一段喵喵，哦 ，So we are ready to eat， Let's go， go go go。Oh my god， 这个有点脸 ，OK， 谁的 face？ OK， 很难呢 ，OK， 脸就等一下，等一下，马斯曼直接啊！真的，天哪，真的，啊，你好厉害！原来直接有反应，是大便，竟然还看不出啊！这么好的还看不出。什么卤蛋啊？什么卤蛋啊？哎，我的错，我画圆一点啊，圆一点，在一个盘里面嘛，所以就是 ice cream muffin， 可以吗？画出来就是 ice cream muffin， 就这个咯。哇，你看，至少有180 ，OK， 我不敢那么说，99%是别人的，是的。哦，这个很难呢，哎呦，这个很难，这个我不会。这个不会，这个水一样的，不是，这个哈，等 ，OK， 擦，我看到了，这样 ，again 什么？这个什么？来剪出来哈，Oh my god， 这个很难，这个我不会，哪个？哦，哪个？不是啊，不是啊，哎呀，我讲了就懂了，你知道为什么我懂吗？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里的葱还是熟的。OK OK， 这个哈 ，OK OK， 哎呀，这个真的很难呢。等一下，一个人一个 ，OK 啊，一个有一个酱啊 ，OK， 很多酱的。哦，吃冰。为什么吃很多酱？因为啊，因为有多了 ，baby， 我知道，因为我看到有多了，真的真的，我们要吃了，阿丁，我们要上菜喽。这个是 I think it's French toast， 因为听说这个是你的你最爱吃的哈，对，因为我喜欢它的 onsen egg， 就 anything with onsen egg 就是我的 favorite。 这不就是个 square 吗？慢慢来，一步一步来。好，报告。然后chicken， 报告chicken，哇，厉害！这样子的，然后是画一只鸡在旁边。OK， 第三个，那猜子杰画的东西呢？你需要有一点共鸣。下面是个杯子是吧？上面是 ice cream 哦。many is the most of ice cream。跟一个星期里面有一天来讲。Thursday, Friday, Saturday。多一个 Strawberry， 你有画出 Strawberry 吗？他们没有给我 color， 他们只给我蓝色，怎么画都是 Blueberry， 对不对？这样子算对了，好不好？算对了，算对了。因为拍美食节目的人，他们都喜欢这样子啊，所以我会动作比较慢一点。如果你吃一口，人家已经吃完了。你们在低头思故乡吗？没有，因为我们真的是对不起你们，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我们太厉害了，我们就让你们输了。对，我跟你讲，我们是看你们是女生，我们让给你们的。啊，你觉得以我们两个人这种条件，怎么我们这种实力，我们这么能吃？你看这肌肉这么大，你的肌肉没有我一米大。
对，所以真的真的，我们其实只是想要让你们开心而已。真的，我们到很久了，兴奋一下。你们几天了？我们全方面好男人，你不知道吗？你不信的话，你们回去，你们慢慢看 playback。对对，这场呢，我们就让他们赢了啊！好，下次再说吧。你们赢了，赢了，拜拜。好了，赢了。太感激他们了，让我们赢，真的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下次也会这样，让你继续输下去。